华文明金鳞片的核心地带，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，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的文化基因。到了28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都重视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，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，为振兴戏曲艺术提供了遵循大运河奔流千里的水路，也是传承千年的戏路。董事局拥有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，拱宸桥边的戏园曾经名绝荟萃，魏教天、周星芳在这里一朝成名。近年来，赵志刚等戏曲名人工作室相继落户。